请说出太阳的三个好处。好，第二组请回答。一，请开始说。好，有太阳可以帮助我们长大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可以帮花花怎样？还有第三个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健康。可不可以帮我们晒衣服啊？可以。可不可以玩影子游戏啊？可以。好 ，OK， 一百。